烤箱读书会，聪明有智慧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达叔叔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薛蓉姐姐，欢迎电视机前面的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参加我们的烤箱读书会。阿达叔叔，干嘛？你知道吗？百货公司周年庆。对呀、啊，又来了，真的，好多好想买哦。阿达叔叔，你看每一个专柜都推出了超级优惠的活动啦，你知道不买超可惜的啊！等一下读书会结束之后，我要去买这个，还有这个。你小心了，你不要进去百货公司以后失心疯乱买。哦，也是哦。哦，还好阿达叔叔你有拉我一把。哎，不过啊，我有一个朋友哦。我怎么拉？都拉不住啦，知道怎样吗？他一 run 那个百货公司出来之后，他把信用卡给刷爆了。是，因为他觉得每一个专柜里面的所有的优惠活动，不买的话超可惜呀。买东西这种事呢，其实要先做好计划，然后做列好预算。当然可以趁便宜买了，但要买绝对有必要，不然百货公司周年庆很容易乱买一通，然后堆在家里根本都用不到，对，你反而浪费。也是，我有念他一下，连那信用卡刷爆很可怕。对啊，他已经开始在担心他下个月的账单了。哎，真的是。好了，小朋友来了，我们去开门吧。Hello， 欢迎大家。啊！我不告诉你，你为什么没吃饭就来了？怎么可能？妈妈怎么可能会让你饿着？因为什么？老实说，诚实招来。因为啊，他把他妈妈给他的午餐钱全部都花光了呢。花光了？等等，你把钱花去哪里？就是今天放假，我和朋友去游乐场玩，玩了飞碟球、打太鼓，还有敲地鼠，结果不知不觉就把所有的钱拿去换代币，玩光光了，就没钱吃午餐了，对不对？没吃午餐，我不该，谁叫你把钱都拿去玩？可是就很好玩嘛。好玩也要有个限度啊，跟朋友出去。你就要把钱分配一下嘛，多少钱坐车，多少钱是玩的，多少钱是吃东西的嘛。你这样乱花一通，难怪你现在没饭吃。好，我今天要代替月亮，不，代替你妈妈惩罚你一下。啊，老师说，该不会我今天不能吃点心吧？我正有此意，想吃今天的点心吗？你很饿对不对？好，那今天点心就让你来做，我要看你表现得如何，再来决定你今天可以吃多少点心。今天是有你爱吃的东西。啊，好了，走了，我们先去做点心。今天当当做点心，走，我们去做点心了。干嘛对当当这么没信心啊？唉声叹气。大家一起来做点心喽！我们要准备什么材料呢？奶油90克，白细糖65克，蛋100克，杏仁粉100克，低筋面粉20克，夏威夷果仁125克，好事达粉30克，牛奶110克。冷冻派皮一份，冰淇淋。好，今天就让当当来当主厨，负责做点心。阿达叔叔，你确定要让当当来做点心吗？当然啊，因为我要惩罚他呀。到底是在惩罚我们，还是在惩罚当当？对。好了，看当当表现。当当如果表现得好，就是在惩罚他；当当如果表现得不好，做得不好吃，那就惩罚我们所有人了。一起。好了，当当你可以吗？你确定哈？好，来。首先我告诉你怎么做，这个是卡斯达粉跟牛奶，它必须搅拌在一起。这件事情你要请谁帮忙？你可以找一个助手，薛蓉姐姐。哦，好，来，好好好，那给薛蓉姐姐来。来，那我要帮你这个给你。好啊好啊，我有助理小姐。哦，看多好啊，你还有助理啊。好，来，这个是奶油，我要当助理的助理。然后糖，大家伙给你。我先讲一下，不用，你有别的事要做。好，来，草莓都要备下，这个不要打到很空，差不多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接下来把蛋倒进去，请分三次倒。哇，好，三次哦。继续。好，来，当当来。给奇遇倒第二次，对，第二次，
OK， 好，来，可以，很好，来，继续，还没。好，来，第三次。哇！哦，好来。对，阿达叔叔，我们这个好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好了。耶，我们好了。好。看起来还不错。好，接下来，当当来，给你面粉，你自己找啊，面粉，你是主厨。这个是面粉吗？这里只剩下那个粉，那个是杏仁粉，对，那个是杏仁粉，来，把它筛一筛。你帮我摇。哎，你要自己做，哎，我还帮你。主厨。好，来杏仁粉。来杏仁粉，全部倒进去。对，全部倒进去。香姐姐好可怜。主厨。好，你可以搅拌吗？紧致法，主厨都可以，紧致法，好，紧致法。哎，不错，看样子今天不会惩罚到我们。哎，不错哦，来，然后，丽妍，这个，那丢进去了吗？对，卡士达酱，把它倒进去。这是我们手工做的酱。对，把它搅拌一下。不错，当当不错。好，来这个。我们就放到冷冻派皮里面，这个比我们以前烤过的那个派要稀一点。以前你记不记得我们烤过一些派，是把卡士达粉最后放在上面，对不对？嗯。这次我们是把它掺在里面，直接混在。对，所以这个派的口感会比较湿润一点。嗯。对，然后我们把表面抹平。铺平。铺平。好，当当，我刚刚帮你找了两个助手，这个是什么呢？这是什么？馒头，小馒头，夏威夷，对，夏威夷，哎，夏威夷豆，好，我们要把它铺平，然后把夏威夷豆放在上面，这样放，圆圆的朝上面，有没有？好，随便放，把它放满，快，两个人，三只手，看，比较快一点，差不多了，放完了，进烤箱，放烤箱，然后这个。烤箱是，如果你有上下火的调温，上面190度，下面220度，下面要热一点，这样它皮才会烤得酥。好了，然后大概要烤35分钟左右。哇，35分钟。对，烤35分钟，然后拿出来，然后再把冰淇淋加上去。对，好啦，你今天进了百货公司的游乐场失心疯乱玩哈。对啊，我就来讲一个故事，跟你有点像。哎，好。走了，我们去听故事了。跟你有点像哦，走走走，我们去听故事了。来，走。小助理，我们赶快去听故事，不然当当要饿扁了。走。好，来，我们今天要讲一本百货公司的图画书，叫做什么？在百货公司上班好不好？不好。为什么不好？因为人挤人，人很多，很忙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来看看鳄鱼先生忙不忙。你知道他不是自愿要在百货公司上班，他是不得已的。哦。因为他犯了一个我们去百货公司常常会犯的错，尤其是在周年庆的时候。好，鳄鱼先生艾利克。是一个非常喜欢旅行的鳄鱼，今天他又坐着火车摇摇晃晃的去旅行了。哎，天上飘着一个什么奇怪的东西啊？哦，下一站是千层派站，艾利克决定在那边下车。下了车之后呢，眼前出现了一间非常大的百货公司，上面写着什么？班顿百货公司。这是班顿百货公司开幕100周年的周年庆，100周年的周年庆哦。艾利克就推开门走进了百货公司。百货公司里面怎么样？好多人，对不对？百货公司里面非常热闹哦，地板闪闪发亮，顾客看起来都很开心。空中飘来了食物的香味，艾利克肚子好饿好饿，于是他就走进了一间餐厅。他进了餐厅以后就点了牛排、龙虾、火腿、烤鸡、炸鱼、螃蟹沙拉，还有一大堆东西。艾利克把这所有的东西吃得一干二净，后来又点了蛋糕、圣代、布丁，还有3杯咖啡。
百货公司的餐厅贵不贵？超贵。好啦，要付账的时候，账单哇这么长一条，然后非常非常贵。这个时候呢，艾利克把他的皮包打开来，只有一点点钱。他说：“抱歉，我带的钱不太够。”这个时候店长就说：“既然如此，那你就得在我们百货公司上班，用你的薪水来付账吧。”艾利克说：“好，我会努力。”艾利克的第一个工作是去冰淇淋的专柜卖冰淇淋。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。艾利克呢，给每个小孩的冰淇淋都特别多，所以呢，那个店员杰瑞的脸就变得跟薄荷冰淇淋一样绿。他说：“你这样卖冰淇淋，可能会把这个店赔光光的。”于是说：“你去别的地方帮忙好了。”接着，艾利克呢，跑去化妆品专柜，因为化妆品专柜的小姐都打扮得很漂亮，对不对？于是他就拿了很多粉，把自己的脸扑扑扑扑扑，然后又擦了口红，把自己画成这样。什么？口红？有没有？然后呢？这个专柜小姐说：“你把我的化妆品都用完了，你真是太浪费了。你走开走开，你到别的地方去帮忙吧。”艾利克呢，就到了玩具部。他的工作呢是到那个游戏区陪小孩玩，他兴奋的呢让小孩坐在他身上玩溜滑梯，可是呢有一个小孩把他的头伸到艾利克的嘴巴里去了，然后他的妈妈吓一大跳说：“啊，好危险啊，我的小孩快要被鳄鱼吃掉了。”于是呢，玩具楼的那个楼长就跟艾利克说：“你还是到别的楼层去帮忙吧。”于是艾利克从这个地方换到这个地方，换到这个地方，换到这个地方，都没有人要他。艾利克觉得好沮丧，为什么百货公司都没有他容身可以帮忙的地方？于是他就走到顶楼去，顶楼有个空中花园。这个时候有一个园丁跟他说：“艾利克，你去把那个绳子拿来给我。”艾利克听错了，他以为是要把这个绳子解下来，于是他就把那个绑着什么气球的绳子打开来了。一解开来以后，艾利克就怎么样？飞上天空了，然后飞啊飞啊飞，所有底下的人说：“哎，那个不是鳄鱼吗？怎么有一只鳄鱼在天上飞呢？”然后呢，艾利克来不及了，已经在那边飞飞好久。然后呢，这个班顿百货公司100周年庆的这个布条呢，就跟着他这样飞啊飞啊飞。艾利克往下一看，底下的人都变得好小好小。就这样，他飞到海上，越飞越远。可是他有点担心，他回不去了。这个时候来了一群海鸥，他就请海鸥帮忙说：“你们可不可以帮我回到原来的百货公司？”所以呢，海鸥就帮着他咬着这块布一起飞回了百货公司。飞回百货公司的路上，你看好多人都看到了这个布条，对不对？艾利克等于是帮这个百货公司做了什么？广告哦，因为连新闻报道都讲了，有一只鳄鱼拉着班顿百货公司100周年庆的布条在天空飞，于是所有的小孩啊、大人啊、老人啊，全部都跑到百货公司了。回到班顿百货公司以后，班顿百货公司的员工啊、客人啊，还有老板都出来迎接他。老板跟他说：“艾利克，谢谢你，你把镇上的人都吸引过来了，这是我们班顿百货公司开幕以来最棒的宣传了。”艾利克呢，后来完成了百货公司的工作，他又决定继续去旅行。这次他坐到一艘游轮上去了。好，艾利克为什么必须在百货公司做工作还债？因为他是霸王餐啊。他吃霸王餐。对。为什么他会吃霸王餐？因为他本来不是吃很多吗？他钱就不够。对。所以那边的人就说他在那里上班，他点很多。你进去一个餐厅，你今天要吃饭，或者是你进去百货公司你要买东西，你第一个要想的是什么？钱够不够？钱够不够？还有呢？怎么分配？怎么分配那个钱？很好。如果鳄鱼进到这个餐厅，他先打开钱包，看到哎，我只有200块，那我可不可以进这个餐厅？不行。你看他吃什么？牛排、龙虾、火腿、烤鸡、炸鱼、沙拉、螃蟹，都吃些很贵的，还吃了2个蛋糕、圣代布丁、3杯咖啡，哇！如果说他只有200块或500块，他可以来这个餐厅吗？他可能只能是去吃美食街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进去一个地方，进去百货公司，进去餐厅，你都要先打开来皮包，怎么样？先看一下，看一看，看看你有多少钱，然后当当说要做什么？分配，做计划，不然你进到百货公司。很容易怎么样？把钱被诱惑，然后买了一大堆东东。买了一大堆东东，
然后呢，超过你的预算，对不对？荷包就大失血。是啊，你们去百货公司最喜欢去哪一个楼层？玩游戏的地方。哦，玩游戏的地方。所有游戏都在那里。嗯，张瑞喜欢去哪一个楼层？三楼。也是玩具，跟他一样。你喜欢去玩具楼，是你呢？我是顶楼的电影。哦，电影啊，去百货公司看电影。不一样。丽妍呢？有的时候百货公司会卖手机，然后直接到那里去。那个试玩手，我操，她真的是三 C 控，三 C 公主，我们的三 C 小公主，真的。好，当当呢？当当 ，B 三美食街，美食街，我们有个三 C 小公主，一个美食小公主。你们去百货公司的时候，有没有去观察那边的大人他们在做什么？有，就是一直买东西，然后都拎很多那个包包。拎很多，然后这样走在街上，然后一直跟朋友聊天，这样子。所以你知道吗？去百货公司，我们很容易就买太多，对不对？嗯。妈妈去百货公司会不会一次买很多东西回来？会啊，不会，会，但是直接买两箱回来。哇，买两箱。但是因为在教那个吃烤肉，嗯，所以才会买很多的材料。好，你觉得爸爸妈妈去百货公司买的东西都是？你是我们是家里面绝对需要的呢，还是有一些东西买回来会放着，根本放着就没用到？有一些有些是放着，或者有些需要。譬如说，我妹妹衣服已经可以放在我们衣柜那里，已经可以塞一半了。嗯。结果还去买，然后现在就变成我妹妹只想穿裙子，不想穿那些裤子啊，裤子就没用。哦。就摆在那边都没有穿了耶。是啊。那小朋友，你们知不知道百货公司有个周年庆？知道。知道。你们有去过吗？你们有跟爸爸妈妈去过百货公司周年庆吗？没去过。没有去过。谁有去过？我。啊，金玉。觉得如何？怎么样？我觉得很。就是很热闹，可是又觉得很吵。你有看到什么景象吗？就是，如果你是在那个什么家庭主妇的地方，你会看到一群女生都在那里抢什么电锅啊，抢电锅。王丽妍呢？你去百货公司周年庆看到？就是丢，然后呢，让自己捡的，然后呢，一大堆挤在那边，然后，然后超疯狂的样子。第一次看到大人那么疯狂。疯狂哦！你们去百货公司有没有自己想要买的东西？有，当然有。有。那你们看到你们很想买的东西会怎么办？就抱住妈妈的脚啊，抱住，开始狗腿这样。有啊，我会威胁妈妈说：“妈妈，你不买的话，我们就不要回家，就留在百货公司。”他赖皮。那你就自己在这边。然后你妈就转头就走了。好，如果爸妈妈还是不给你买了，不准，你也不敢，不准买，对，不准买，我也不敢，你也不敢，最后还是妥协。那你会怎么办？就跟妈咪说。啊，妈咪说不行。对，不行。生气。生气。我要买，我要买，我要买，就在地上这样。不是，不是在地上。啊，为什么？然后呢，要他讲原因。然后如果我觉得那个原因有道理，我就会一直跟他辩，然后回家就会被修理。就被修理。张瑞呢？你看到很想买的东西会怎么样？对我爸说去网络查，因为我爸说通常网络的那些就会比较便宜的。比较便宜是不是？所以你知道你们是小朋友。现在你们去百货公司，你们手上没有钱，没有什么支配的权利，你都要问爸爸妈妈哈。不然这样好了。今天就是发给你们1000块吗？好，每个人1000块，去百货公司。去百货公司可以随便你用。你会怎么用？你要怎么分配规划或者是计划这笔钱？去买什么东西？买给谁？买给自己啊。我会先看家里需不需要。哦。来，等一下。以你现在的观察，你会给家里买什么？应该很少吧，因为我家里应有尽有。应有尽有，当当会买什么？1000块。买衣服。买衣服？买谁的衣服？我自己、啊。因为我喜欢衣服。你喜欢衣服？丽妍呢？300去买，妈妈叫我买的，然后剩下的700拿去买自己想要的。好，张瑞呢？中午就先分一点点，看您那个钱够不够，先吃一点点，然后吃完再去看游乐场里面有什么好玩的，然后再分一半，然后晚上的时候，然后再吃，然后就把全部花完，然后全部花完。哎，他有想到吃的。可是要待多久？随便你。随便。奇遇呢？我可能会花10块钱，就叫。
去买妈妈要我买的东西，然后呢，剩下990块我会再分500块去吃东西，剩下的钱通通拿来玩。10块钱给爸爸妈妈。我曾经有一次啊，带我们教会一个小女孩，她只有1年级，带她去百货公司，我给她500块，我说给你买东西，结果呢，她就去翻那个百货公司，她只有1年级哦，我现在要她做计划，她就说她要给妈妈买一个礼物150块，买一个礼物给爸爸150块，然后买给自己200块这样，结果她就去。要去买东西，就后来发现百货公司那个价目表翻起来都怎么样？超过了！哇，好贵，好贵，好贵！他就哭着跟我说：“阿达叔叔，我好穷，我什么都买不起。”好可爱。可是后来他买了一个杯子，149块给妈妈；买了一个蛋糕，小蛋糕，120块给他爸爸。他后来也给自己买了一个小玩具。所以其实百货公司还是可以找到便宜的有心意的东西送，但是你在买东西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做好什么？规划计划，不然如果你有很多钱，你进到这种地方，你很容易就怎么样？看到什么就想要买什么？对，然后就把你所有的钱都花在不该花的地方，不然有人要饿肚子了。对，就有人呢把钱呢不好好规划，都拿来干什么？玩到现在，我刚刚都听到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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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声音了。好了，不错了，他今天有帮忙做那个盘。对对对，我们那个看烤的怎么样？如果不错的话，今天切大块一点给你。而且还有冰淇淋呢。对，还有冰淇淋。两颗可以吗？我们来看看你做的怎么样。好了，走，对，来走。耶！你觉得我今天表现得如何？可以吃点心和冰淇淋了吗？可以，这个怎么样？这个就给你了。咦，你今天表现得算是不错了。你们吃吧，赶快吃，冰淇淋要融化喽。饿了，对不对？对呀，赶快吃，赶快吃。阿达叔叔，今天当当和这只鳄鱼先生的故事啊，其实就在提醒我们，做任何事情之前都要先衡量我们的能力跟需要，是，然后再去做。尤其是买东西，不然你知道我们去到那种哇打折啊便宜的地方，很容易失心疯乱买，买了一些根本是我们不需要不必要的东西。没错。然后小朋友呢，到了一个场合，比如说游乐场，很爱玩，也就完全忘记了金钱啊，花钱是需要规划的，是需要做预算的。所以这个功课不只是小朋友，大人也得学。没错。那今天的烤箱读书会就到这里结束喽。下次阿达叔叔、薛蓉姐姐还是会带来好吃的点心以及好听的故事给大家，欢迎大家再来玩喽！烤箱读书会，聪明有智慧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